鳄鱼先生的家里进老鼠了，小朋友们，我们快去帮帮他。打开门，小朋友们，这就是我家，快帮我找找老鼠在哪里。这是客厅，哦，我看见了，沙发边角有一只老鼠。卧室里面，床底下没有老鼠，桌子底下也没有老鼠，那我们打开柜子吧。我们打开柜子，哦，天哪，蓝色的西装口袋里有一只老鼠，小朋友们，你们看见了没有？这是卫生间，打开浴室的门，啊哦，没有老鼠，浴盆里也没有老鼠，马桶里也没有老鼠，这有一个镜子，我们打开吧。哦，镜子后面的柜子里有一只老鼠，我看见了，在这儿呢。这儿是厨房，料理台上没有老鼠，桌子上也没有老鼠，餐桌上也没有老鼠。哦，我看见了，餐桌上面的那个橱柜上有一只老鼠。小朋友们，我们一共有几只老鼠呀？你数一数告诉我哦。